来练习，有什么不一样吗？
吃鱼，这两个人都吃了一个做的。乡村版的吃的不太一样，有一人一个海参，对，然后大家可能对海参有点陌生，然后有点不太敢吃，全部都把海参弄到我们的桌来了。然后还有这种摄影大哥摇臂，一场婚礼，婚礼里面有好吃的海鲜。我发现在北京想要展现土豪婚礼的价值，就是有海鲜，因为北京不靠海，所以只要放上海鲜，就会瞬间哇，有海鲜。但是海鲜不见得是非常好吃，但是只要放上海鲜，就会瞬间觉得很高级、高贵。这里是那个休息区，而且香格里拉的那个酒店大厅好香哦，很芳香是。这是什么？星空吗？好大的酒。要长得像吗？